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奥坦萨酒庄，我是酒庄的市场及公关部经理尼瑞古萨曼。在此非常荣幸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葡萄酒产品多米尼和瑞达。这一款葡萄酒是100%的天帕尼优葡萄酿造，经过12个月法式新橡木桶陈酿而成。这款酒酒体呈樱桃红色，色泽明亮，单宁饱满，橡木香气浓郁，又带香料的味道，如桂皮、黑胡椒等。长时间的陈酿赋予这款酒独特的樱桃和葡萄干的味道，又依然保有一丝新鲜的成熟黑色水果味道。入口饱满柔顺，推荐在14度或15摄氏度饮用最佳，适合搭配里奥哈本地食物如炖羊肉等。这款酒曾经由品醇客杂志推荐饮用，非常值得一尝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每日都会饮用，我非常希望大家同我一起分享，谢谢。